它是通过我们的那个传感器来不断的检测我们的那个斑马线区域，来自动识别行人的过街需求。当检测到我们有行人过街的时候。 斑马线两端的地灯会自动发光啊，可以看到我们的发光是一种动态发光，也可以更好的提醒来往的车辆司机进行一个提前减速。 智慧斑马线系统也是兼具了一个盲道的功能，盲人可以用地灯进行过马路，可以实时采集车流量、人流量等，通过 AI 技术来实时的判断城市交通运行状况。